刚调一下那个声音。晚安，身体好吗？是不是哑哑的？喉咙不会痛，但是是不是很奇怪？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除了我喉咙现在声音好像不是我的一样，但是我嘴巴破了，很痛。谢谢吉明州的救救你哦。破了，长了一个超大的，不知道什么。看不到哎。痛。口角炎吗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边嘴破，然后有时候睡到一半的时候会从这边流口水。还好，但没有怎么样。就有时候可能摩擦到会有点痛痛的。嗨。宝矿力呢？我只有喝到 Fin， 没有喝到宝矿力。谢谢凡凡真的救救你哦！清冠一号有，可是清冠一号不是就只有一点点？然后他说。一天只能喝一包。每天都有好看的指甲，对，怎么可以？好浪费！谢谢十一的爱的熊猫。何时症状？我想一下哦，好像是礼拜二晚上吗？差不多。谢谢金柚的甜蜜爱心。希望你不要一直摩擦到那个。活动，可以吃个晚餐吗？虽然他五点就放在那里。请吃。医生怎么了？那个我这边破掉，这边嘴长了一个不知道什么，可能火气太大。喉咙还是有点不舒服，我不知道是痰还是哪个部分，就是会很想要把它咳出来，但是现在没有痰，所以怎么咳都咳不出来。谢谢 OK 的 Mika 小亮脸。亮点，其实我在直播前都是很好的，好吗？是突然要6:50的时候，差不多开始哑哑的，直播的错。之前咳得出东西吗？我就是这样，然后哦，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冲去厕所。不然的话，我只要吞个口水，它就会回去了。
今天的晚餐是面，汤面。没有，我刚刚直播前真的是，我只要把痰咳出来，我就会好很多。只是我现在没有，现在它随时会出来。喝水还是喝运动饮料？我有交替喝，只是我现在是水。其实我真的是很抱歉，我一天没有办法喝到1000cc， 我已经尽力了。谢谢柯基宇的啾啾你哦，音调变高了，因为好像要变高一点比较会有声音。有喝水就很好，喝可乐比较喉咙不痛，喝可乐。我说前几天真的是喉咙很痛，没有办法吞口水。没有办法吞口水的时候，请问要怎么喝可乐啊？可是早睡，我睡，我能睡我就在睡觉啊。用罐子吃东西怎么办？我那几天都吃那个果冻，果冻就是冰冰的果冻。我妈有买那个什么皮蛋瘦肉粥，可是我觉得不知道，可能它里面有胡椒还是什么，就觉得没有很好吃。皮蛋没有不爱，我觉得就是因为喉咙不舒服，就没有吃，没有很想吃那个粥。但他又不准我不吃，然后喝吃那个药，我就是。我真的是前几天吃那个粥的时候非常的那个，因为我真的被关在房间，然后他是在客厅，然后他就给我吃那个粥，然后我说可是我没有很想吃那个，他说一定要吃才可以吃那个西药，然后我就这样用汤匙这样。不要空腹吃，但是我现在我还是很常空腹吃。西药不是新冠药，因为去 PCR 的时候他有拿那个西药，看一下，这是，咳嗽跟什么化痰的药，还有四颗。跳舞好好看，谢谢。新冠一号，新冠一号是就是附近的人有，然后就有很多新冠一号。什么症状吃什么，所以我没有吃那个流鼻水，因为我没有流鼻水，抛弃我去吃火锅吗？哪个部分？看过敏，
这个没有吃。有一个是止痛药跟退烧的，已经吃完了。新冠一号是一个中药，对，它在冰箱里面。抛弃我去吃火锅，对，因为他说什么二十几号来着，27号吗？27号要他们要去吃火锅，我说我应该不知道出不出得去，应该是没有办法。谢谢 Nico。总共24天，对啊，好像是到六月吧。谢谢卡比说的，就是戳戳你。对啊，而且我不能去内用啊，自主。就算我是自主，我也不能内用，我只能去买东西，我只能外带。虽然我自己是，如果都要外带了，我是不会出门的。不带扇子，因为我觉得扇子有点太高调了，他们可以带小小的东西就好。外带就不用出门，外带真的不用出门欸，就是会想要出去吃啊。外带的话可能就还好欸。物资来给你们？没有，因为我其实蛮多东西的。人家买回来就好了，对。外带就跟平常在家里是差不多的意思。是油面吗？不知道，听说这是，因为他说问我要吃什么，我说有什么东西，然后他说有馄饨面、麻酱面、什么阳春面，那什么鱼丸面，我就说那就鱼丸面，所以听说这个是鱼丸面。瘦了，不知道哎，可能有吧，可是我觉得还好。谢谢法兰森的戳戳你，应该有，因为真的是没有吃什么东西。要吃布丁，我跟你讲，我的冰箱里面很多很多布丁哎，很多布丁果冻之类的。睡觉就我睡觉睡超好的。我自从喉咙不痛之后就一直在睡觉。昨天那个线上直播真的是快睡着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后面我都没在听。睡饱的愿望真的是睡着哎，看不到你。对啊，因为我想说你们好像也没看到我，然后我也听不太懂他们在讲什么，所以他们就讲什么，我就用那个平板看那个 YouTube， 我就看你们直播。看到我的时候都在发呆，我完全就是一种，只是我手机放在旁边，然后他就是拍我
只是我也没有这样，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在哪个环节，就这样，不知道在现在在干嘛。我在陈思雅的屁股后面。好笑哦！后面因为我就是看平板，然后就一直听到大家留言说什么 T 跟 P 分听不清楚，我就很想笑。然后他只要一讲说什么说谁谁谁 Unity， 我就很想笑。就没有很大声，所以听不太懂。我现在知道，他应该没有那么快了，所以大家还可以再怀念一下 Uni Sakura。不是他不大声的问题。萨克拉还有一阵子，还没有开始。挺流发现场，刘晓庆觉得非常难过。这东西被分到哪组吗？大家不知道会分两组啊。难怪他整晚没睡。有了，他说他应该过几天他就会好了。易云陪了他整晚，结果易云也跟他不同组啊。没有问我啦。还有布丁啊，剩布丁的女儿陪他了。我对跟海是楚楚同处有什么感想？我没有想法耶，我比较好奇那个翁子竹两个人感觉会很吵。以前 Uni Sakura 前作的时候就体验过了，我发现嗡嗡跟二崎生在一起真的很吵哎。太阳也在提吵是的吗？第一次跟太阳同组哎。妹妹也很吵，可是我觉得要比起来的话 P 组感觉更吵耶。 P 组感觉是吵闹， T 感觉是音量比较大吧。真正感受到刘雅晴的辛苦哪一天。
从那不等于音量大，从那边不知道感觉就都蛮吵的。晚上好哦，可能就会很闹，因为沙发有些比较闹的也都在 P 组。跟小天不在放飞自我，林依雨，可以想象，因为忘记怎么说，昨天那个线上直播结束，然后因为我们那个通话就还没有关掉，然后就听到萨库拉很吵在那边，萨库拉，然后就刚刚明明刚阻隔完，然后他们就在那边，萨库拉真是很吵哎、欸。明明旁边还有另外两组，他们也真的是妈，今天的组组嘛也是蛮有可能是原子组的。能让他们安静是不会啦，我会加进去，只是我不会跟着喊。反正有好几次我都没有喊就是了。对嘴。对嘴，对林一都对嘴。喉咙痛吗？现在喉咙不痛，只是我很想要一直咳，清嗓。至少还愿意对嘴，真的是很省力。这东西会痛吗？不，现在不会。讲的话有点吃力吗？还好，只是就没有办法很小声讲话，因为很小声就会自然变没有声音。AAN 是 AAB。有痰吗？已经少很多了痰。这件也是蛮好看，对你们看不到我说。小声就会变沙哑，小声就会变沙哑。
撑得到合照吗？可能撑不到。今天会比平常开得更大声。对啊，大家握手会怎么样？就感觉好像少了很多人，那个粉丝跟成员。没有好寂寞，我看你们健松在那边奔跑，感觉很青春啊。在家，青春。30岁，脚还在痛，是不是太久没有跑了？小森美，你问你喜欢他吗？你确定真的他有问我这个问题？天气宝有够可爱，过不了的捐回家。他一切率是50岁。跑不动好难过。有趣的玩的都很开心，对啊，有趣的感觉都蛮开心。不是你跑，难得要换你们跑一下。我不确定他喜不喜欢我，什么问题？在外面的时间比在里面多嘛，外面空气比较好嘛。不过会变成什么情况，对，我也不知道。蚊子很多。包食衣补，什么意思？合照会没关系啊，如果有时间就都握一握。可能那个时候应该不会像现在要一直咳吧。再等等。公司下市集很常有，公司下周日好像都蛮多市集的。先不能休息，休息不是问题吧？那如果还要换衣服什么，就很麻烦。高大楼高台，你要多喝水，我尽力。500cc， 500毫升。太委屈了吧，太为难我了。这瓶喝几天了？这瓶应该是今天开了，我没有记错的话。
有喝那个运动饮料，前面没喝完的。有比较跑长跑厕所吗？好像也没有。感受到你的努力了，而且第一天，反正喉咙痛的那前两天真的是，就是讲，就是吞口水，需要勇气。可以喝粉，因为我是喝粉啊，我没有喝宝矿力。威士忌的杯子为什么？人生第一次喉咙痛，真的是人生第一次喉咙痛。连蛋糕很多痛，真的是，你只要睡觉，你吞一个口水，你就会醒来一次。以为是一般感冒，就是喉咙，真的是喉咙很痛。然后不是说要喝那个什么发泡，对吧？什么维他命 C， 那个什么发泡顶泡。泡在水里面，因为那个酸酸的，所以我后面喝就觉得喉咙很痛，那就不是很想喝。你要说什么？清关一号，反正就是痛的时候，不管喝什么都是痛。谢谢卡比兽。谢谢咖啡兽的救救你哦！我的味觉有乖乖没有？我味觉很正常。青蛙饮料好喝吗？我觉得算好喝的，只是越下面越浓，就是沉淀的地方会有点恶心。但它喝起来很像青草茶。就凉凉的仙草的感觉，我觉得是好喝的。味道还行，是好喝，是你闻起来就是青草茶的感觉。比水还好喝的意思吗？也是没有。我还是会喝水，就是喝完那个清冠一号，因为太浓了。饮用前要咬，因为是泡到杯子里面，然后就这样。真的是喝了很多东西，吃了各种流质食物。放在手摇杯，是这样子吗？很棒哇！是你啊，雅雅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这个的一个很白痴的故事。分享一个，先把它放到旁边。这个在我还没有确诊之前，的时候，因为我妈就先买了这个，放在我的桌上，然
然后我就知道哦，它是维他命 C 这样子。然后我就打开来，对，我就这样拿出来。然后我就直接吃，我就放到嘴巴，然后它就开始冒泡泡。我就想说，为什么它会冒泡泡？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舌头会不会烂掉？我说，这怎么吃吃？像跳跳糖，对啊，真的是跳跳糖哎！而且我还一直没有吐出来，我一直在里面呢。它怎么一直在冒泡泡？我那个吃到剩下一点，然后就这样。谢谢苏志佳的支持你哦。口感真的，对啊，它怎么泡会有气泡？我想说，是不是要加水？我想说吐出来又很奇怪，所以我就把水放到嘴巴，然后等它融化。后来怎么发现要用泡？我就想说，可能是要泡在水里面喝。那个浓度，我想说舌头会不会受伤？含着，想说怎么它强度好像很强。谢谢佳姐的告白气球，会有效你们，好像它应该有效。说放到顶，他在说之前我就先这样吃了，有吃完吗？我再吃剩下一点点。真的是泡泡哎，只有泡泡。很尖谁就吐出来。太可怕了。然后我还喝了那个鸡精，我妈塞给我的那个鸡精，已经喝了三罐，加今天是三罐，还有她说客厅还有四五罐要喝完。鸡精怎么说，喝起来就很，怎么说，不知道哎，你这样可以，我不是很想喝啊，但得喝，所以我就喝嘛，是有一种神奇的味道，就冷掉的鸡汤嘛的感觉。它有点很浓缩，然后
有，我喝的时候我都是憋气。谢谢北原的香槟。就是很咸很咸。现在排行怎么排？水、清罐、鸡精吧。然后我要说一件事情，因为我那一天第一次吃喝，我那天第一次喝鸡精，然后我那个时候喉咙已经好很多，然后我就说我想要吃饼干。他说我想要吃饼干，然后就叫我妈拿了一个饼干来，然后我就开了它，然后我就吃嘛，然后就想说吃起来有鸡精的味道，怎么吃起来有鸡精的味道？我真的觉得，为什么它吃起来有鸡精的味道？而且我真的是，到现在，我每次打开它吃都是鸡精的味道，哎。鸡精口味，我本来以为它就是盐味，只是它是盐味啊，只是有一种鸡精的味道。不是真的有味道，因为我是先含着。先含着，然后再吃，真的是有鸡精的味道。判断成鸡，真的是鸡精的味道哎！只是我之前不知道鸡精的味道，有可能。不是味觉异常，真的有鸡精的味道，怎么还有这么多？我刚吃面有鸡精的味道，没有，真的有，是一样的味道，鸡精，没有，就是前面那个。前面那个味道很像，直接吐掉。反正想说，算了，为了身体好，我就喝，我认命的喝了鸡精。我妈本来还想叫我喝那个，就是9%的那种红萝卜汁，我说。拜托我喝鸡精，你就不要叫我喝红萝卜汁，拜托。他就把红萝卜汁撤走了，放在那边放了2天，我真的不想打开它。他说你以前明明会喝，我说我印象里从来没有会喝。应该喝不下去。它有苹果或蜂蜜，它就是妥妥的很橘很橘。它就还在隔离。
奇怪奇怪的东西。他在我喉咙最痛的那一天早上买了路易莎的三明治，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吃三明治现在。他说我可能会噎死。他就放在那个桌上说记得要吃完再吃咬，我说痛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他说我真的会死掉。可能蛮严重的。可以合作吗？可以合作，但比起 Seven 的粥，我比较想吃正常的粥，什么都没有，我想要吃原味的粥。测什么？白米粥，但我想要吃原味的。白粥没味道，就甜甜的，甜甜的，然后感觉冷掉也不会很恶心的感觉，因为皮蛋瘦肉粥冷掉就会有种有点恶心。有要配什么小菜吗？可以就是，也可以不用加，就是直接吃。鸡汤粥没有，单纯就是因为前几天没有办法吃太烫的东西，温温的我也不是很想吃，我就想吃冷的，想吃冷的。撒点盐跟酱油，仙草的豆花，这是花锅煮。所以我说，我前两天喉咙痛，我三餐都吃果冻。除了果冻，我其他我都不想吃。我就是吃果冻，然后就吃药，吃完果冻就吃药，然后就睡觉。有吃青蛙药？有啊，我有吃。妈妈还好，应该还好吧。茶冻，谢谢丁毛的救救你哦。能量饮可是，能量饮好像我觉得绿色的比较不会刺刺，因为其他是什么葡萄跟。白葡萄就比较会刺刺。经典小品就是那个奶精们，谢谢修整的抽出你刺刺的。就我觉得紫色的是最刺的，所以紫色的我那时候开了吃了一口我就关起来。
不是很想吃。六月小晴跟小弟干杯。我只是想说不要吃比较好，我就先没有加。所以我觉得百香果那个是最好的。是体温计是酷欸。所以我看不懂，看不太懂这个。你看我的龙角散剩下一点点，这两颗我舍不得吃欸。谢谢吉米中的啾啾你哦。现在出来是阳性，应该是吧？怎么可能这么快好？吃完可以再补。礼拜快了吧？超过一个礼拜了吗？因为我是20号，20号去 PCR。今天几号啊？23。4天，应该快一个礼拜。我应该是19号，19号出来，19号晚上。我那份是不是18号？嗯，好像是19号。19号快筛。20号去 PCR。 我应该关到6月了，大家。谢谢小婴儿爱的熊抱。調子良くなった。声がちょっと変だけど喉痛くないです。うん、PCR 那天开始算，开始算吗？不知道。包山问了，包山问了也 IG。对大家，我真的很想咳，因为我觉得我声音怪怪的，我就会想咳嗽。
他们居格说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。幸运载客，谢谢维林的告白气球。有味道哦，你烟卡痰，这样是有痰吗？因为其实没有，前几天多是真的是就会出来很一坨的，现在是这样，咳很久，但是这样一点点一点点，又没有那个成就感，没有成就感。谢谢到你的守护灵。可是有成就还是有痰，成就感就是因为谢谢花生救救你哦。我是一个不太会咳痰的痰的人，所以我就躺在床上，然后戴口罩，然后我就这样，然后发现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冲去厕所这样，然后我不敢吞口水，因为我吞口水它就会回去。不会，真的不会。其实蛮快，因为咳出来是在上面，它就会在上面，它不会咳到前面，你知道吗？不会在舌头上面。所以它就会卡在上面，然后卡在上面就是一吞口水就会回去的那个位置，所以我就是好好啃在那个位置，然后咳咳我，然后靠那个地心引力这样，就是要靠地心引力，因为你弄不出来。会拉肚子，我不会拉肚子，没有拉肚子。谁会咳痰吗？没有。我就是咳，然后好像已经在那个舌头的上面，就已经在那个位置的时候，如果他有咳出来到那个位置的时候，我就会去洗手台想办法。因为这样的话，它就是会一直在上面。这样，喉咙不舒服，卡卡的，喉咙都有点痒痒的。你说什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它那个疤还在。自己拍自己的背，就是很难的咳痰这件事情。因为你们不是有时候路上会看到很多人，我那天有咳出来三四次，真的是很大的痰呢。大家有现在在吃饭吗？没关系吗？就是
很大的痰。有颜色吗？有啊，就是黄黄绿绿的那个生病的颜色。不会会咳，我不会啊。就是咳到那个洗手台，然后让它冲掉。真的有出来，我真的那个咳出来就真的是轻松很多哎，不然的话真的是我很怕我哪一天睡一睡，然后被自己的痰噎死。因为它会一直卡在上面，我都很想要拿那个有什么那种吸吸东西的管子，这样我可以把它吸出来。像那种吃法，是吗？可是我都觉得它塞在我的喉咙那个地方。反正神经没问题。我会醒来是不是？吸鼻涕的。对啊，那个是怎么用？那个是这样的吗？放进去然后这样吸吗？感觉我很需要那个，因为有时候就只有一点点的时候会弄不出来。Hello， 切换，你现在就是前几天的我。有点像牙医吸口水的，他从鼻子进去。哦，要从鼻子进去哦。保重保重，真的是喉咙，真的没有办法吞口水。有这种设备。小弟他们玩的游戏是什么？顺便瘦一点。前几天真的会瘦欸，因为真的没在吃东西，就快瘦不下来。你们好坏哦，比我还坏。くれた、うん、何くれたよ、いろいろ。肯定现在就吃回来。确诊，因为吃不了。身体还好吗？声音不太好。哈哈，很像老人呢。现在无敌了，我又还没好，还没开始无敌，都剩骨头。有啦，我至少我不是说我有任命吃那个皮蛋瘦肉粥吗？真的是要吃到要死，吃到想要往生。嗯，现在这药是什么？这药是化痰的药，不像皮蛋，我喜欢啊。我只是说，很怎么说？就是那个量对我来说有点太多。刚刚该吃药了，我今天的份已经吃完了，三颗。
因为皮蛋瘦肉都放太久，但是我不想吃热的啊，所以就会很恶心。所以我现在非常讨厌皮蛋瘦肉粥。面不吃了吗？要吃完吗？讨厌他，吃完了，我不吃完没有人帮我吃，是没错，没有人可以帮我吃，就只能丢掉。Hello 熊妹。吃不完就变厨余了，真的。而且真的是这几天睡觉会睡到流汗，真的是很不舒服，睡到一半会全身都是汗。Hello 兄妹。用过的东西都变生化武器，对啊，真的是觉得确诊之后，好像我这个世界全部都是生化武器。他们武汉真的会瘦，微笑吗？不知道，就是很热，可能有喝水就会流汗吧。频率变高很多，可能因为我想要调整到那个正常的声音。我也这个也不要咳啊，就是会有一个奇怪的声音。等一下再讲话。可以了，我可以不咳啊，就是会有一个。很微量，我大概讲几分钟，他就会换一个声音。谢谢十一的戳戳你哦。床单有买新的来替换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一直没有买。谢谢 OK 的星辰。卫生局打电话来，就是会一直有人打电话来，哎，完全不知道是谁。谢谢学霸，早点休息。反正是不是要消毒？对啊，我一直在想，因为大家不都说。就是整个空间都是病毒，我就在想说，那我会不会自己好不容易好了，然后我被自己的病毒再感染一次？没接会怎么样？不知道。不会吗？因为它不是不会散吗？那个病毒，因为有一些东西还是会用吧。好的，就有抗体。该洗的那就洗一洗，化妆品什么的还好吗？那是卡达威尔斯。
被灵刮掉吗？我有可能没有接。我不是有装那个，装那个 Who's Call， 然后因为后来就那个没有更新，就不知道是谁打来的，然后就更新了。有时候他会调一调电话，我就会接。被报警，有接过一次。是吗？是那种机器讲的电话吗？酒精纸巾擦一擦。白天我就一直在睡觉，就是起来吃药就睡觉，起来吃药就睡觉。这些是一样没有哎，因为我发现滑手机滑个十分钟就会晃，开始晕的，滑一滑就会这样，然后就会放弃，我就会睡觉。我觉得比较衰的不是说确诊，是因为那个生理起来。生理期再加上没有吃什么，因为有点贫血。所以你们看起来没有什么血色，运气也太差，这是运气很差哎。想要睡觉，没有晕倒。对，我最近都觉得我怎么变这么白，就是我去厕所照镜子的时候，尤其是我在那边咳痰，因为咳痰有时候。咳痰会咳嗽，然后咳嗽的时候，有时候比较大力就会有点翻泪，然后就想，哇，我怎么变得这么白？然后我觉得我黑眼圈好像有淡一点，可能会有睡很多，苍白。平衡，我这样平衡应该已经变僵尸了吧？我不敢看到很白的他，不敢看到。还好本来就不白。现在也有点苍白，
因为口红已经掉了，我今天没有擦很多。白的等级不一样。没有没有，平衡，听说他现在食欲很好。我们一个确诊群组，姐姐会每天问说大家状况怎么样，她说她食欲蛮好的。病友群，对对对，那种跟姐姐，姐姐会关心一下，说最近就是症状有没有好一点这样子，有好很多，没有喉咙痛这样子。嗯，不然就可能大家说可能睡不好啊，睡不太下啊，然后有人说什么，可是食欲很好，可是他食欲很好这样。先做好了就开始推，对对对，我们好了就会被强制踢出那个群组。确诊组公演，对，他说他食欲好像很好。C 是哪位？没有 C 啊。谢谢 Marshall 的爱的熊抱。美玲应该退群了吧？美玲还在吗？美玲不在嘞，美玲已经不在了。可能从那个群组毕业，真的。努力喝水啦，努力。谢谢花生的啾啾礼物。然后用吸管喝。
店有一罐就不错了。减少吗？真的有在喝。请问你没有看到我吞进去的那个瞬间吗？5000cc 的水，大家喝水真的很厉害。我对一天有办法喝到2000cc 的人很佩服。我光喝100cc， 我的肚子就很饱了。每天都说很饱，因为我一直在喝水。我妈说你很饱，我说很饱。开始。喝冰的不行吗？我又不是感冒，我的一口就不是你们的一口，我的一口
钱喝得完吗？喝得完吗？这水跟打仗一样。我跟你讲，我喝水真的是为了我的良心，为了我的良心，我才现在努力喝水。不然我真的是一直躺在床上，我完全不会想要下来喝水。我的水怎么感觉特别难喝？我的水只有在想要冲淡什么味道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用。今天不会找我来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。吸满一口水的感觉。什么意思？多少蜜喝水很多，不是有人在喝药？真的很难呢。用吸管喝会比较快吧？我就在想，是不是用吸管会比较快？我每次都觉得喝水会喝到我喉咙很痛，是不是水有毒啊？真痛还是假痛？喝水很毒哎、欸。水肿，我现在觉得我水肿很饱。所以我说，我前几天都不会饿，就是因为一直叫我喝水，我就不会肚子饿。かないでね。真的很常会喝水喝到想吐哎。看看，
的那个吃药清单行程表。是我妈写的。到底时间吃有啊？感觉谈很多，真的吗？现在还很多，好像有，只是我自己不太清楚。清喉，说话会有痰是不是？所以我要一直说话吗？还是可以碰面，后面就没声音了。我是想要有痰，我想说有痰然后咳出来不就没事了吗？因为现在感觉就只有一点点一点点咳不出来。痰药，这不是化痰药吗？这谢谢嫁鸡的告白气球。喝它，点没到硬壳会磨损，对。普拿疼。可是他说是不得灭壳康复和胶囊快筛。我最近没有快筛，我想说七天后再筛灭壳。喉咙干咳啊，那还要吃吗？都没有人出门，对。可是血应该是不会吧。吃完，应该很快就吃完了，剩四颗。
机会酸什么意思？可是我肚子会用力灭壳，所以它没有化痰，它只有灭壳。这几天消失，应该不会。我跟你讲，越瘦的时候越有腹肌。那个面不吃完很浪费耶。见不到面，缺乏能量。原本我所谓的衣服吗？平安会消失。欸、真的会有蟑螂，就想说冰到冷冻库。好，那我后面那几天是不是都吃布丁就好了？吃布丁一定吃得完啊！我发现吃正餐都吃不太完，冰的也不好吃，没有就是厨余丢到冰箱，没有要再拿出来。买一整桶冰淇淋，可是吃冰不是会咳嗽吗？除了身体好吗？身体还蛮好。点小份的就好，可是这种汤面没有小份的吧？营养的东西，我觉得我喝鸡精我就很营养了。我觉得我有喝鸡精就很营养。下午还要去约吃火锅，他们是今天下午约哦，我以为是后天，今天吗？大丈夫です。消灭我的父亲，为什么要消灭？偷吃甜食，可是
我就想要喝，我想要吃凉面，只是没有凉面啊。还是说要吃冷的粥，冷的白粥。豆花至少要蛋白质。我有说可以吃豆花，可是我妈前几天去全联买了豆花，我说我记得很久以前买了一次全联的豆花，我们吃了觉得超难吃的，所以我就不是很想要再尝试吃那个豆花。荞麦冷面、凉面、卤肉解冻、卤肉解冻、鲜豆、中华豆花，还有其他家的豆花。加热一下，爱玉喝水喝到饱，真的卤肉节的冷掉的卤肉没有耶、欸、通常咸的东西不太会吃冷掉的吧。超鲜草，我就是不想吃热的，我现在就是不想吃热的。但是我现在喉咙是不痛的，是可以吃热的没有错，只是就不是很想吃。但是真的吃不完耶、欸，咖啡豆，因为一起弹，所以比较容易咳嗽。真的、哦，因为我最近睡觉会觉得喉咙痒痒，就会想要咳嗽。但那个药又说一天只能吃三颗，我就不能再吃一次。出关就什么都可以吃了吧。 Hello， 比之前正常吃多吗？应该是没有，我之前正常的时候还是有吃完一餐的好吗？我现在就是一餐我有点吃不完。喊个喉糖应该比较舒服一点，可是我觉得那个甘草、荆棘、薄荷不是我的菜，虽然它也不难吃，只是不是我的菜。向平安看齐，多吃一点。甜的部分会差很多。鱼丸吃一次，现在拿去冷冻。它的鱼丸看起来超大颗的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，但是里面有包东西。你看，你看，不是它很大颗吗？但是我以为的鱼丸只有这样子。你们的差距，我以为的所谓的鱼丸汤应该是小颗鱼丸，怎么会有这么大颗？它是里面有东西吗？里面有肉，
这个没限制。想要小黑，我想要吃的是真的鱼丸的鱼丸。我喜欢没包的。应该没了吧，这一颗。可能几个是饱，对，那一颗就可以了，很饱，吃不了太多。对，最近感觉就要待在家很久。好老的歌，因为它是那个歌单。我开始思考，现在是直播要讲什么？那碗有几颗？一颗，没有。到六月，对，我觉得比较麻烦的是吃东西很麻烦，不是很想吃东西。你说我头天饿我吃方块，今天我没有事情做，可是饿我吃方块又没有那么好练会。我现在还是很弱啊，其实已经很差不多不吃。有啊，我就是每天都是相信这一罐鸡精，我会认命的喝掉它。我喝完它，我就会没有任何胃口，我就会想要睡觉，我就会想要立马喝水睡觉。还有游戏直播。会踢转，可是踢转我也不会一直用，我真的是偶尔发现这个地方可以的时候我才会转。吃饭吃药才好，可是好像没有，已经没有西药了。如果只吃清罐可以吗？叠的部分要练一阵子。对，我不会叠那个什么，可以吗？只吃那个就可以了吧。因为它好像还剩很多包，
在哪有？症状是什么？我现在就只有咳嗽，吃了会拉肚子。我现在还没有那个拉肚子。但是已取消。现在的青春应该都是自行跳，它是一个包在塑胶袋里面，好像长这样，放在冰箱。今天应该是第四天。喝几多少水？我不知道，三四罐。有吗？现在看诊后医生开的吗？我的话是公司有送新冠，叫那个快递送。好像大家都有说到 TIF 的大家很晕吗？身体喂，就会有一种延迟的感觉，还行。附近诊所线上看诊可以请假去。声音变了，两个幸存者，对啊，不要再摇，快递有其他吃的，那个快递只有清罐跟快筛试剂。怎么没塞一些零食进去？我也不知道。关怀包，我说没有关系，我家里都还有东西啊。而且我楼下就住我亲戚。今天存在自然还是土？这个是应该是自然的，应该已经没有口红在上面了。还好吧，我看起来没有很苍白，是因为我涂腮红，你们也看不到。气色不太好，现在也不会说我气色很好吧？气色也很好，也是蛮厉害的。谢谢包子，啾啾你哦。就换你，对。
应该没什么体力卸妆。我跟你讲，我昨天真的是差点忘记睡卸妆就是睡觉了。昨天真的是很想睡觉，在那个直播前，想睡觉，然后就厕所上完厕所洗完手，我的口罩带回去，我就想要回房间，想到啊忘记卸妆，然后就要再走回去。走回去卸妆，帕子不用换也没关系，没有人会知道那个那一天直播要干嘛。我也不知道我们的画面会长怎样，结果只有一点点。早知道我就不画眼睫毛了，我还画得很辛苦。公司要代替，对啊，其实也没有发言，因为我那一天其实还没有什么声音，我就说，请不要叫我讲话，我没有办法讲话。没办法看我们的画面，不知道为什么视讯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没关系啊，都试了，都试了。看起来一点活力都没有，因为我很怕我现在一激动我就会破音。我真的有试过，如果是昨天那个声音的话，我大概讲：“大家好，我是林心的。”大家好，我是林星林一，然后我的一就会不见。完了，大家好，我是林雨欣，然后我的心就会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一。会消音，你知道吗？那到某个点，它会突然消音。下班了，变低，对，大家就会不见。こんばんは大丈夫？今はほぼ大丈夫です。早点休息，好的呀。早点把我的厨余处理完，我就可以去睡觉。我已经洗完澡才来直播的。希望我的嘴破早点好，不然真的是我睡觉会没有办法控制它，没有办法闭起来，因为它就在嘴角的地方，它这边没有办法闭起来。不会好，维他命要跑，好吧，好，我努力。擦口内炎的药，没有擦口内炎的药，说不定他都还没好，哭哭。喉咙痛含一点治喉咙疼的药。痩せましたか？多分痩せました。ちょっとだけ。星期五，希望星期五会吗？会吧。自己都不要化妆，真的除了直播不会化妆嘞。那演芭蕾不必要。
来前十名，等我一下，等一下，按到了。呀，前十名，第十名是花生，谢谢花生，谢谢花生。催我念吧，催我念吧。大事にし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第九名是法兰生，谢谢法兰生。第八名是 Yamaka， 谢谢 Yamaka。 第七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六名是丁毛，谢谢丁毛，谢谢丁毛，巴不得赶快去休息。这么严重吗？第五名是卡比兽，谢谢卡比兽，谢谢卡比兽。第四名是 Marshall， 谢谢 Marshall， 谢谢 Marshall。 第三名是小林，谢谢小林，谢谢小林。第二名是小英，谢谢小英，谢谢小英。第一名是十一，谢谢十一，谢谢十一。其实我们真的需要休息。问大家一件事情，问大家一件事情，那个每个月的那个什么 cover， 如果这个月就用那个摩托卡雷德斯是可以的吗？因为我没有拍另外一个。可以，因为我在想，如果怎么说那个排版嘛，跟以前的不一样。如果就那样的话，我以后就不用那个框框了。我以后就不用那个框框了。还是大家喜欢那个框框？大家觉得需要那个框框吗？可以不用那个框框。安心排版吗？排版只有我在意。好的，那就反正这个月法兰生的歌单里面本来就有59单嘛。那就先，那五月、四月的就这样子喽，病好再弄。好的，病好再来弄。那大家如果就多去多看几次。TikTok 也有那个会动的版本，受不了自己就会重放。好的，应该算还高清的吧，我很努力让它试图高清。好的，休息休息，谢谢礼拜，礼拜五见。礼拜五见。早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。早く治りますように。拜拜。祝其他人也早日康复。大家小心。